中方坚决反对任何形式的美台官方往来。美国国会议员应该遵守美国政府奉行的一个中国政策，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规定，停止美台官方交往。 他们更不应该发表不负责任的言论。中方将继续采取有力措施，坚决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。中国人民解放军东部战区已经发布了相关 的声明，中国军队的有关的行动，就是对近期美国包括国会议员团访台等消极行动的反制。 当前 台海局势面临新一轮紧张，其根源是台湾当局一再企图以美谋独，而美方一些人有意搞以台制华，美台相互勾连，个别人蓄意将台湾和乌克兰这两个有着本质区别的问题相提并论。 企图混淆视听，趁乱渔利，这种玩火行径，才是对两岸现状的改变。台湾问题是中国内战遗留问题，中国必须统一，也必然统一。我们愿以最大诚意， 尽最大努力争取和平统一的前景，但保留采取一切必要措施的选项。我们针对的是外部势力的干涉和极少数台独分裂分子及其分裂活动。 美方单方面炮制的所谓 与台湾关系法、与中美三个联合公报原则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背道而驰，中方从一开始就坚决反对。美方无权将国内法凌驾于国际法之上，更不得借此干涉中国内政。在台湾问题上，美方应该遵守的是一个中国原则 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规定，而不是什么所谓的与台湾关系法。美方应该恪守的是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规定。美方应停止美台官方往来和军事联系，停止售台武器，以实际行动落实不支持台独的承诺。 据我们了解，当前中俄科技合作交流均正常推进，双方将继续秉持世代友好合作共赢理念，务实推进相关合作。科技合作是中俄务实合作的重要组成部分，近年来一直保持良好态势。2020年至2021年， 双方成功举行科技创新年，创造性实施千余项合作交流活动，取得一系列丰硕成果，奠定了今后合作的新起点，再次证明两国科技合作潜力巨大，前景广阔。
中方对近来巴以冲突加剧，造成平民伤亡，十分关注和忧虑。我们希望有关各方保持冷静和克制，避免巴以局势继续激化甚至失控。 日本曾对台湾殖民统治长达半个世纪，犯下了罄竹难书的罪行，对中国人民负有严重历史罪责。日方有关政客在台湾问题上，尤其应该谨言慎行，避免向台独势力发出错误信号。 美方在乌克兰危机中一再散布虚假消息，对中国大肆抹黑，对中俄关系挑拨离间，其目的是要转嫁矛盾、挑动对抗、借机渔利。美方还是应该多反思反思自身对乌克兰危机发生和不断升级的责任。 我想强调的是，中国的发展只是想让中国人民过上更好的日子。我们对挑战谁、取代谁，并不感兴趣。